你好，你嚟我做廣州啊？我要找伊年啊，都找到遮来啊。我咪想讲哦，你创一个查某人的相片，结果是你做笔时阵的相片，足无聊的。这种相片嘛，值得咱咧笑喵喵。你先冲一下，三哥你也乱嫌我的物件。一个相片尔，敢操遮尔生气？另外一个啥啊？ 我哪无看过？这你唔知啊！我讲一遍，以后你莫嚟来我厨房乱敲我物件，有听到？周信强，相看歹起来，我买一个行李就好啊！你干啥这么歹？啊是讲这张相片有啥物我唔知影秘密，你才会这么紧张？你想伤多啊！我是我周斌是最好朋友。既然是好朋友，那就人唔捌听你讲过，我嘛无听过姚不讲过啊。 要30年前的代志，有啥要通我讲的？对了，今日我伫公司看到妈一个人去找珍妮，伊搁去病院摕药啊，好佳代是我拄着，妈的脚这么无方便，你开工伫厝的，你就让妈一个人伫外口爬爬走，万一妈出啥物代志要安怎？我要出门时阵，妈无讲伊要摕药啊，伊要公司人甲我讲啊，伊做啥物代志拢无爱讲。 我直接给你妈。卡叔，你无想要规工白伫厝诶，你想要甲妈教伊照服员赶走？周信强，我无想要共款诶代志甲你冤家。啊，搁有，我是赶走一个贼仔尔呢，你敢有所以利用这种代志了我生气？我只是希望你会当加关心妈。啊，若无你紧找一个你看满意诶人来照顾伊。我知影，我会注意。 啊，有什么代志？公司敢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信用火气这么大？ 就是因为哦，当初对最要紧的迄个土地标案，去有大姐营造标起，伊的心情就歹。当业务以前，拢是乖乖等信用分配工程给伊啊，伊即马竟然主动抢咱公司的标案，哈！伊是拍算要甲咱做对头啊。当业务，伊到底是想啥？更难呢。 迄个笨蛋啊，甲董事长伫咧办公室咧冤家咧大细声，我去偷听，到董事长准备要甲盛发集团10%的股份，唔知要俾什么查甫。10%？嗯，要给一个查某？你确定？真正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！我拜托你，你甲爸讲，我一个就讲上侪机会，好无？我真正知影我唔对啊，妈，我知影我唔对啊。好啊啦，你当初是安怎甲爸挂保证，搁找人来甲我创空，害我连价格表无法度参加，就是惊我会抢走你的功劳。你看，即马代志变成安尼啊！ 笑死啦！好啦，啉这么多酒，搁讲这么多话，你敢会吹干？妈，你愿意原谅我哦？好，我就知影你是上爱我的妈妈。我确实有淡薄仔吹干。嗯。来。 这是我的第一，恁甲恁的关系啦，你较清楚，才知影应该讲啥物话。妈，你哪会安尼对我？我是你的查某囝呢，你袂破也袂破嘛，对伊就好啊嘛。我拢已经这么艰苦啊，你搁对我这么凶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啊？看起来你真正清醒啊，假就假啊！应该会交代会清楚。是安怎即个土地无标着，害公司受着遮尔大损失？妈，即个土地无标着，真正毋是我的毋对，我是互陈小春陷害的。陈小春，开发部经理。对，就是伊。我叫伊好好评估介绍，嘛毋知影伊是用啥物步数去接近到冠杰。 伊趁即个投标的机会，伊偷偷泄露咱公司的底价，互冠杰知影呢。冠杰伊新的公司才会头一届投标就标着啊，我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妈，我甲你讲，这件代志一定甲陈小春有关系。伊这个人心机有够重的呢，伊伫咧公司甲厝内面拢有眼线哦。顶白来咱兜做阿嬷照顾完的迄个人，就是陈小春因妈妈。 你讲江碧玉是陈小春因妈妈，无唔对，而且爸阁当证人的面头真甲伊恶弄呢。结果咱根本就是饲鸟鼠甲布袋啊，嘛唔知影伊甲咱到是有啥物冤仇，竟然交给我啦，害咱公司损失遮尔大。这个代志我嘛是后来才知影，我根本就无法度体谅啊。伊若真正是我囝，所有代志都讲会通啊。 我阁了准讲，江碧玉会遮尔啊甘愿离开咱家，迄是因为已经想不清楚啊，想袂到伊竟然安排伊个查某家伫咱个公司兴风作浪。妈，你即马总算了解我个处境有偌困难啊吼！你，照顾员是你找，你敢是甲伊交价？ 互伊买手去，要来阮兜闹代志。无啦，夫人，我是我讲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对天就抓，我绝对无相信陈小春甲伊妈妈。我甲胡总拢是今仔日才知影的，真的啦。这互人遮尔啊多，你啥毋知？偏偏咱找到江碧玉，你讲讲无？哎，丽芳啊，你嘛较讲一个道理的。当初人骗过来应征的时阵啊，咱。 根本都无要留落来，是阮硬甲伊拜托伊做一个月，伊才留落来呢。啊，伊若真正要对咱兜做啥物歹代志，哎呦，哪有需要家己去死头路啦？以退为进上高啊！就想要互大家知影讲，伊真无辜。啊，毋过我孙丽芳无遮尔简单就互伊骗去啊，是互我看破骹手，心虚才会开嘴讲伊要离开的啊。什么人到底是谁？ 啊！你对票这么怨恨，啊！你两个毋是早就熟识啊？妈，你又袂讲啥？而且之前你两个都已经有真深的过节，你两个敢毋是高中的同学？毋是，你莫太后袂讲哦，这些拢是家己做对来的，我是为好家己的权益尔，你莫相信，你袂当相信伊。 你当年到底是对朋友做什么代志？伊是一个善良、单纯、佮体贴的人，为什么会对你这么怨恨？你家己坦白讲，是伊偷摕我的物件，是伊毋对。恁是安怎安尼看我？啊？做贼仔人是伊，是伊偷摕我的物件，是伊袂计数，毋是我，毋是我，毋是我！我甲你讲，毋是我，毋是我，那是。 无客气，你是咧创啥？我一个问你来后边带物件。我是一时情绪失去控制，唔知的。你到底是安怎？我伫外边就听到你咧大细声，你安尼真正是伫囡仔面头前做上歹模样。我唔是超过伊啊，拢是因为骂啦。 伊甘愿相信一个用情生计的外人，我好我的清白，我唔才会安尼。逐摆若讲到屁股，你就安尼气勃勃，啊你若无做亏心事，哪有需要反应遮尔大啊？阿嬷，咱是一家人呢，你应该相信妈讲的话，哪会颠倒去相信一个无身份的外人咧使人？珍妮，我甲你讲过几遍，你莫总是认为你家己高高在上，拢看人无。爸，我无讲唔对。陈小春伫咧公司创空，讲派因妈妈来做阿嬷的照护员，迫害咱都会安宁。这对母仔囝的心机遮尔重呢？干那是陈小春温婉因甲伊妈的关系，这件代志就足奇怪的嘛。对啊。所以讲，唔管是江碧玉还是陈小春，拢先甲伊赶出去，袂用互因搁出现咱面头前啊！你安尼做，是要断人的生路呢？碧玉是一个苦命底人。 伊阿婿早就无去啊！一个查某人要饲养两个囡仔，当然是真辛苦呢。地方啊，做人唔通想凶啦。陈小春甲伊妈就是里应外合出卖咱的公司，拢唔愿意相信我。爸，你一定要还我一个公道，若无我这个副总真正做甲足委屈的。你上好是委屈啦！你公司内面什么体力活、垃圾代拢交互四个才去做，但是出代志的时阵，你要闪避责任。 连我拢比你更较有经验头咧。你好啊，拢莫阁讲啊！逐届我是转来，你毋是冤家相拍，那我著参有搭过共款搭来搭去，当作咱拢是搭过场哟。拢在你房间。阿妈，我想互你去房间。有代志还是无代志，拢来找我。今仔日真正有够烦的啦。董事长，夫人。 我先来等啊！你拢无感觉，最近你对妈的态度愈来愈歹。你常常家己一人放伫咧厝，连是想有出门你拢唔知影，我对伊大细声。迄是因为妈伫维护外人，我感觉真委屈啊。阮妈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，伊袂无缘无故对你无讲道理，凊彩侮辱你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无讲道理的人是我？ 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注意你家己的态度。我虽然会给予你尊重，我就是种个性啊！你敢拍一个实在话？若是让我感觉委屈，也是冤枉我的人，唔爱是我的事大，也是我的亲生爸母，我赶快甲抢倒转去。也毋过伊是我的妈妈，是你的大家。同款啊，莫提这个后啊！ 我顺利互上讨厌的，就是种唔知头唔知尾，一直对我嘀嘀嘟嘟的人。伊对这个囝无任何贡献啊，一日到晚麻烦别人。你老准讲，我甲伊爸做伙啊！你今晚想你讲啥物？照顾妈是做人媳妇的责任。你莫叫是我无讲话，就表示我无脾气。这毋是第一届你对妈无客气，对伊无礼貌，但是讲后一届。后一届哪？你想要讲啥？你也想我清楚哦。 在这段婚姻内底，你甲你妈妈拢是受到我温情的啦。你安尼，敢是对待你救命恩人的态度？我就是为你救过阮妈一命，我才会一直吞忍你。啊，若无有多一个查甫人会通忍受甲结婚后，一天到晚甲温情挂伫咧嘴的，时时刻刻爱伊感恩，每分每秒爱伊知影伊的家后对伊的温情。我嘛有情绪，我嘛会痛。 我只是要支持你，当体贴我，在我有需要的时阵，会当温柔对待我的家后，唔是一个高高在上讲我三句话，但我是对我施舍无悔的女后。周信强，伊即马对我愈来愈无耐心，敢要是甲迄个查某有关系？敢讲已经准备要甲我离婚，甲迄个查某才倒转来？周信强，咱妈老祖公，我毋知你在想啥。 你想要讹咱公司的钱，叫外口互你吃，